他把车开过来啊，提着东西开过来。对啊，你啊。哎，等等等，捡过来的。啊？他在上面接水呢，等一下，你先把车开到这边来。我们回家了。嗯，先送我们。我们请两人的回去吧。我们有沙发，好多东西没法拿。你的那个电驴能开吗？他的车开过了，别动。不动了。这个是在钥匙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钥匙，钥匙在丢了，这车又是在丢了，看看。那到底是玻璃？啊，丢了就换锁。对，我车开过来啊，我买的碗什么东西都到了。带回家了。嗯。你干娘的去。碗、刀、筷子、酒壶，还有的还没到。开到这边来。来了。这沙发放着，半个月了，放个月，放个多月了。太不好意思了。他们居然还能想起自己有个沙发，终于他想到了还有沙发。是的，还有枕呢，天天搬货搬习惯了。哎呀妈，直接拖着走，就没有了吗？就两个，没事，还一个人。有，还有，好好，拿不拿？这个呢？放后座，放后座，前面副驾驶坐个人。啊！手受伤了吗？还有什么？这是沙发。自己回去蹲吧。谢谢。这放着吧。这个放到后桌吧，放到后桌。这个放包哈，放到后桌我就扯了。我要拆呢，乐趣。这就拆了？嗯。你不知道这是一种乐趣吗？没事，放后面，我自己好做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走着。草堆还没堆好啊。对，饭勺到了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十四间道的碗也到了。对，都那个也是，先把这个沙发搬回去呗，晚上没床睡就睡沙发好了。哎呀，大力士来了。回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是碗。他买的碗吗？对，就是，就那个碗，我知道什么碗。是。雨季吧，雨季最爱的臭白白。明天有雨，我今天晚上回来把这个草堆给堆起来。这边这个是吧？可以，把它堆起来就不怕雨了。这个，穿了个白衣服。看看买的沙发是什么样的。哇，颜色好好看。蓝色的。是的。还没装修呢，沙发就买来了。
哇，这是凳子吗？可以放在大床上。哇，先不要弄掉啊，弄脏了。这是干啥的？这个？这是锻炼身体的器材，俯卧撑。对，这样的。俯卧撑，搞在底下，对，这样子的。哎，对，一二三。干啥呀？你大哥闹腾死了，一点点。俯卧撑。我买个沙发。嗯。沙发。给我拆了。哇，粮食你看，我们家存多少粮食？我的个天哪！这都是大米啊！现在看到这，现在看这个大米也格外的香，我的天哪！是很香哦。嗯，全是稻子的清香味。家里面是不是煮米饭了？为什么屋里面全是米香味啊？那种米饭香。对，这个米。就这个米吗？就是这个米。这边没煮吗？为什么？这是新米，所以有稻香的味道，米香的味道。很香啊！这米不要卖啊，这米啊。你看阿嫂。不能卖。把它调屋里面，外面我弄的全是灰，全是灰尘，它到屋里面去收起来，珍藏起来。呀，你好。啊，你好啊，啊，打招呼啦。你说大家好，我是王玉龙家，我就是王玉龙家养的猫咪，我叫小花皮。小花皮。嗯，对，哎呀，天哪，好乖哦！哎，人长得不如一只猫好看，真的是。我家小花走了，现在只有花猫了。是的。干啥、啊哦？好可爱啊！上草上去，不能上去，不能在这儿。你把草往上这样我来放就行了。你够得着吗？够不着也得够啊。那过去扔了。你慢点呗，不要扔太快，我来不及。过几天找个车，找个挖机，我要把这里全部给垫起来。这里，这一片，垫起来好停车。不然停车地方都没有。天使
像雪飘落在我的心中。妹妹，嗯。